在屏东县民甘中第二区玉温街，电线走火引发火灾，烧毁24间房子，导致24户98人无家可归。 此济志工闻讯，当天立即前往关怀，了解灾民，急需的物资。第二天到市场采购发放物资，洗手打包整理。 包括换洗、空调，共20项。马不停蹄，尽快送到灾民手中。受灾的居民多数是穆斯林，和华人没有很深层的接触，患难真情不分彼此。 新闻黄璐发、陈永胜、泰佐佐，缅甸报道。